有的，假如说你真的有认真在练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命名为台江国家公园？因为以前是内行，台湾的将军都避免嘞，拜托。老师，你是拢会教的？台江国家公园为什么要命名台江国家公园？然后谁应该在做这个？国语应该都练过，为什么叫台江国家公园？你其他东西点概念都没有吗？啊，你说啊？什么红树林？台江国家公园哪里跟那个红树林扯上关系的？这里也是内涵。你们这个，来来，那这样子，郑成功，郑成功跟着台江国家公园，你们少来了，我跟你讲。不要瞎猜啦！我跟你讲，来，台江内海听说过吧？对不对？有听说过这个台江内海？台江内海的话，大概在15-16世纪，总面积大概有150平方公里左右，包括现在的安平啦，到现在的新市，全部都是台江内海的一部分。但是目前只剩下这一片水域1600多公顷，也是我们前九三大型。那这个台江内海只剩下这片海，所以说这个台江国家公园成立呢，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台江国家公园，以台江内海来延伸，好像也很简单的啦。它就是一个台江内海，然后把它命名为台江国家公园。你看你还很清楚啊！来，那前面各位可以看到，可以坐到我们船的右手边，你可以看到好大。